你刚才也听那个大长老说了，我们要去的可是瘴气林，他们常年守卫在这儿，身上肯定有防瘴气之物。我们要是不带这个香包进去，会被瘴气侵蚀，先是头晕昏迷，然后一命呜呼。这么厉害啊！走吧。走啊。走啊。慢点儿。这里就是晴云沟了吗？晴云沟内外人不得入内，你们赶紧走。你这叛徒，身为掌门，带头忤逆，全部把我晴云沟规矩当成一回事。今日既然你自动请辞，那我就废了你的掌门职位。晴云沟不可一日无主，我今天把大家请过来，来商议一下，想从青年弟子当中选一个合适的人充当掌门，统领晴云沟。咱晴云沟历代行医，我们还按照老规矩比试一番医道，最后胜出的就是新掌门。报告长老，不好了，那二人毒倒了禁林中的弟子，要闯入禁林，他们已经进入瘴气之林，再不去救只怕就出不来了。给我追。是。你说杨黑炭不会有事儿吧？我们两个要是留在那儿，他才真的有事儿。那是他自己师门，总不至于真的置他于死地啊。可是他要是平安的话，怎么会不来找我们呢？他可千万别来，现在香包就两个，他来了更麻烦。可算找着你们了，不是要找朱明草吗？这边，赶紧走。哎，不不不，前面就是瘴气林，我们香包就两个。哎呀，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赶快走吧，走。走。走啊！杨锦这小子真不让人省心，真是我们的耻辱啊。长老也不必烦心，过来。说来此事也简单，若是你们想论谁的医术高就选谁做掌门的话，你们可以选我呀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，你从哪里来，竟然在这里夸口自己的医术？我是不是在夸口，一试便知。啊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别这么大口喘气，你还嫌弃的瘴气不够多是不是？杨黑炭，杨黑炭，哎，你这个掌门怎么这么没用啊？怪不得长老们说，这片树林是禁林，还有很多人看守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再去抢一个？不好吧，我总不能打劫自己家人啊。可我们现在就只有两个。这样，你把香包给我，我们两个去。你熟悉小傲谷地形，你到瘴气林外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们两个采完朱明草再出来和你会合。嗯，不行，你们根本不知道，这片树林里蛇鼠虫蚁无数，你们二人功夫平平，如果遇上了肯定会有危险。这样，我和阿岩去，你找地方躲起来。行，我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，这朱明草长什么样啊？那这样，咱们两个去。阿岩，你找地方躲起来。你说你，
一不认识钟明草，二武功不行。你武功还可以，但是你比杨黑炭差点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两个速去速回啊！不行，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？不行，不行，我们是一起来的，要走一起走。行，你是大药谷的传人。20年前，大药谷惨遭灭门。你是从哪儿学的他的方子？又与我们有何冤仇？等我们比完，我再一一打你，如何？小药谷也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。我们有言在先，愿赌服输，生死勿论。我只是不明白，我到底输在哪里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给你下毒，自然知道你用的什么解药，也算准了你刚才用的解药里面的确有一味是良药，可是和酒混在一起，就有了剧毒。这药毒一体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您竟然给忘了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这虽然是剧毒，却不致命，顶多就是让你气血大损，行动不便罢了。我的酒你怎么可能没事？你说的是这个吧？你想趁我不备，让毒蜘蛛咬我。可惜呀，我自小就在这些毒物间长大，早就已经百毒不侵了。这毒蜘蛛虽然养得好，但见到我，它也得绕着走。你到底是谁？大药谷唯一的传人，你说我是谁呀？你们小药谷的先祖不过就是一介游医罢了，之所以能开宗立派，就是因为当年偷看了我们大药谷半本药王经。长老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？我们与世隔绝多年，又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跟我们过不去？承认了就好，怪就怪你们小药谷只会行医，不善用毒，乱世之中连门都不敢出，固步自封躲在这里，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这天下只应该有一个门派存在，那便是我地煞山庄。你就是当年火烧大药谷的叛徒连身。杨黑炭，你慢点儿。我想到了，你们谁一个人背我，然后我把这个放在脖子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一起闻到了。有道理啊，你背的。杨黑炭，你知道往哪儿走吗？这猪明草既然是炙热毒草，那一定是长在毒气汇聚最浓之处。只要往这瘴气的源头走，就一定能找到。对，往前走，往前走就行。这种事儿你应该问我，问这黑炭头有什么用？这是人家的地盘，说不定杨掌门知道些什么有用的线索呢。怎么了？我已经不是他们的掌门了。你们走了之后，他们就废了我这个掌门。真的？这么严重？对不起啊。我以为你是和长老们闹着玩的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
反正我也不想当这个掌门，我每天就想着和别人切磋武功，一直也不在逍遥谷，也觉得挺对不起他们，这样也是解脱。走吧。前面的瘴气更浓了，说明我们走的方向没有错。不过瘴气浓到这种程度，怕是我们身上的香包也作用有限了。那怎么办？切记屏息凝神，千万不要奔跑和动物，越是剧烈活动吸入的瘴气就越多。